谁不要两双两双？是。二位贤弟再饮其杯，酒已够了。
的，可不是我吗？我是嘿，我来催讨鱼税银子来了。你来看，自己的偏袒罪嫌，鱼不上榜，该扭了银钱与你们送去就是。哎，有了钱赶快给我送去，那不是来到我这儿跑，跑坏了鞋子，还给自个儿掏腰包，这叫什么话说的？回来，出来赶快的了。回来怎么样？你是做什么的？催讨鱼税银子的。可有镇上之意？没有。五府的公文也没有。您着何来？本县太爷所断。但是那吕子秋，你叫太爷吧。哼，回去对他演讲，鱼税银子免了，还则罢了。要是不免呢？大家之上，壮抓牛。些不必的，你这么厉害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本江龙一军叫什么？哎，搁着你的、啊，接着我的。呆！哎呦，哎呦，回回来！怎么跟打霹雷似的？滚回去！我才不滚回去呢！我给你爬回来。回来了，怎么样？回朝一岁，我有圣上之意。没有，五府不公分也没有。您着何来？本县太爷所断。俺是那吕子秋，你叫太爷吧。回去对他也讲，一罪因此免了便罢。如若不免，在大街之上撞着于案，我要扒他的皮。啊，我他的筋啊，剜他的眼皮啊，我要怕我烧掉火。你这么厉害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我胡女荣。小门卫，拉住他呀！我喝什么？好，我。小兄，为何这样的懦弱？他们的人多，比我的兄人也少。他们。实力大呀，掐你我弟兄不成，这也就难讲话了。啊，小兄，阁下生命不足，不足也罢，但不足生乃当众惭愧。小弟他，小弟送本米食粮，小弟送本米食蛋，哪位先帝送来？小弟送来，当面谢过。来。您爱可曾许配人家？有了人家了，但不知是哪一家。花荣之子名唤花凤春，老爷们，当何罪？他何罪了？红子松。Thank you.
决吧。是。
脱了恐怕叫得大声点吧，少说废话，拿着。
是。瞧着点啊，瞧着点，这个轿门也有个架子，好架子，好架子，这叫拦门式。小官不出来便罢，他要是出来，上他一拳，底下一压子，他就得躺下，就得躺下。明他什么明他？这叫金风未动，柴坚决，暗算我常死，莫知我活。出来没有？是拿过来了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您怎么了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怎么？谁让他西瓜皮滑我一大跟头？小官出来啊！什么？没有我，没有我，有师傅我的，我过去。对了，有您。我使的是我。你们是做什么的？我们是丁府上来的将士爷您的。哦。原来是丁府上的教士爷。嗯，罢了。师傅，你又怎么了？怎么？哎呀，小心着点啊！这个糟老头子有两下子，有两下子。做什么来了？啊？给您请安来了，问好来了，没别的，说的跟你催讨鱼水子银子来了。你来看，这几里天寒水清，雨不上网，待你有了银钱，与你们送上府去，何劳教师爷你？哎，师傅，怎么了嘛？我得小心着点了。怎么了？这个老头子还会点穴呢？会点穴呀？小心点，小心点，这样瞧我的。瞧您的师傅，小妹妹，你说什么？这两天天旱水浅，鱼不上网，改日有了银钱，给我们爷们儿送上府去，话那倒是两句好话。别人来了，可以叫你给打发回去了。今儿叫上我来了，牌子你怎么说？认命你怎么说？上回的书那总算是白说，你还得拿鱼水的银子子来。旁人来了有，将士爷你来。嗯，甭废话，拿钱来。这一下不定得放走了呢。越发无忧，越发的无忧了。这事我也瞧出来了，掏出来。好。哎呀，麻麻的不可了。哎，麻麻他，麻麻他。越发的无忧了。瞧见这玩意儿没有？朝廷王法要他何用？这个不是朝廷的王法，这是你姥姥怕你不好养活，跟你打的墨家锁。哎，师傅，您不要紧吧？不要紧，让他踩住了，拿过来。不敢，这个我可不敢了。徒弟，我可不敢，不敢，可以瞧我的，瞧你的，师傅，瞧你的，没用，小弟，瞧见我稀奇好没有？一个家巧，怎么俩尾巴飞了，在这儿呢？师傅，还是您勤了，有利是利，无利是智，好智，坐上，拉。是，好，记住了啊！记住了。跟你要钱，你是没有，我要锁你。当真要锁，当真要锁，果然要锁，你听明不？这玩意儿没用，他吃软的，咱们给他来个
软磨啊，来个软磨。哎，下来了，跟您说，我们爷儿几个奉命差遣，概不由己的事。您要有功夫跟我们过趟江，给不给的在您，要不要的在他。我们消差无事，您瞧好不好啊？话倒是两句好话，本来是好话嘛。何须你二大爷我有功夫啊？呵，又论上二大爷了，这是我瞧出来了，非打不可，练了没有？练了。说完了，我们绕狗的，绕马杆的。起来！我告诉你。跟你要钱吧，你是没有，叫你过趟江你也不去，瞧见没有，叫师爷带的人多，今儿我要讲打哦，而要讲何打，要讲打哎呀，有年之间听此大家儿子如同那小孩子穿心下来盼新年的一般，如今我老了，呵呵，打不动了啊。这是不是偏写？你说什么？你幼年间听说大家如同那小孩子穿新鞋盼新年的一般，就是我听说大家好比那耗子舔猫的鼻梁骨，这叫谁要作死？安放，二放真要打，当真要打，果然要打，果然要打，也罢。白老汉将一毛留在家中，大姑娘儿女儿们见分。骂什么？骂你是奴下奴，没有什么事儿。
我奴下奴没你们的。来，我们来。都在这儿摘得真干净啊！小兄弟，你说什么？你骂我们奴下奴，不错，我们是奴，我们是丁府上奴，不是您萧府上奴。你要禁得住叫人三羊头，雨水银子不要，带着徒弟一走，你瞧怎么样？满是儿三羊头，就是儿三狗头啊！儿答应过去，我人头又改了狗头了，哪有功啊？这里站定了。见没有，徒弟呀、啊，都叫我打发走了，就剩下我一个人了。得了，您也放我过去。你是盯不上的将士爷，哪儿马勺苍蝇混碗饭吃？你有本领？哎，有什么本领？您叫我过去。二大爷今日闲暇无事，要领教领教。哎呀，一定要领教吧。嗯。要没有个三斤毛四分斗的，敢出来当教师爷吗？我练两下子叫你看看。练来我看。哎，这也不是狐狸啊！看见没有，在这一个圈里头，我要打他100个旋飞脚，您就听，啪啪啪，一个比一个高，一个比一个响，那是怎么练的？上眼的练。白天来来，这是什么？这个这是最新的啊，哥哥。我好，我好，还有好的，您瞧这个。这是什么？这个这海海狗。我好，我好啊，二大爷，我没有好的了。方才撞了老汉三羊头，如今要打儿三拳头，放而过去。哎呀，你这拳头我哪受得了啊？得了，二大爷，您放我。哪里有公公？告诉你说，揍人会揍歪的，也得会歪。走着，哪有功夫？我先运气啊！这是搂骂呢。您好了，哪里有功夫？这里。你打就得了，你杵什么？这一杵又走了气了。内练一口气，外练筋骨皮。您看这胳膊是越练越细。您好了，呸！哎，您把这姑娘给去干了。为父强他骨头高，徐为父一马过来。是。看守门户为父去。
拿着一副两位不做个这事。Thank you.
我将杀人还有什么家语啊？这次呀，心中有些害怕，过不去了。丫头，方才在家中不叫而来，而是偏偏要来。如今传信返江，你又不去了，也罢。待为父拨转船头，送儿回去。在什么用神伤？
娘，像母马一笑，自有人爱。文祖殿中高不愁闷Thank you.
我
Thank you.
再看上一看。今夜你们哪里十二时辰过年？
一杯，就是十杯八杯也算不了什么。小三爷，你真法爷！王老大点头，镇上对酒，地狱为君的手，为君的手。我认识你，你认识我是哪个？你是我姑父。
哥哥他今日不回来，今日不开，明日不回来，明日不开，他一辈子不回来，一辈子也不开门。哎呀，这个丫头不肯开门，这便如何是好？哎呀，这个，嗯，有了，带我来哄她一哦，李龙哥回来了，你们这里酒也不好，饭也不好，我要走了。不过回来了，不过在哪里？不过在哪里？不过在。不过在这里。
你饿不了我，我不饿，岂不是你的大舅子？小舅我子也不过，当真不过，当真不过，不过舅。哪有不奉之礼，奉天平奉。Ha ha ha!